Oh, three. Cheers. 我觉得咖啡配那个凤梨酥好像不错。Bonjour, je suis à la recherche de...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大家可能会看到后面的这个整个 setting 好像有点不一样了，是因为就是他把这些家具就是大迁徙，你知道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无聊的事情，就是我这次飞来美国的时候，我是有用我的信用卡的里程就是升等，所以我换到了那个商务舱。然后呢，他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他附的这个东西，他有附一个这个质感很不错的过夜包啦，我后来完全都没有用到，刚好我们接下来会去纽约嘛，就是到纽约的时候就可以用。它里面就是有梳子啦、牙刷、牙膏，然后耳塞、眼罩，但是飞机上比较干，所以有一些 moisturizing 的东西， facial mist 啦，就是 body lotion、 facial mist 跟 lip balm， 另外还有这个 Jason Wu 帮Eva Air 设计的那个睡衣，这个其实我上次好像也有分享过了。其实这个配色跟长荣航空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知道他们那时候怎么送审的。But anyway， 这个应该会变成我夏天很常穿的睡衣，因为它真的很舒服，非常的亲肤，而且它重量又轻，所以其实出去旅行还蛮方便的。讲到亲肤跟透气呢，其实不只是我们身上穿的衣服，还有我们里面比较私密的贴身衣物也很重要。我也是最近几年才知道说，原来因为它是最靠近我们私密处的衣物，内裤应该是要每半年就要全部更新一次了。最近我被我朋友烧到一个叫做 Andon Hot 这个牌子，你知道听起来像是一个外国人，但实际上它是台湾的品牌，而且并且全部是标榜 MIT 台湾制造。这个品牌名呢是取自于丹麦文中第二层肌肤的意思，用舒适的素材跟简单的设计来表达一种自由轻松的生活态度。以它的舒适度啦、功能性跟它的价钱来说，我觉得 CP 值蛮高的，所以我觉得不分享一下对不起我自己。首先第一个是他们的经典纯棉系列，那这个系列主要是以棉纱为制作，所以非常的亲肤透气又耐穿，所以穿起来一点都不会有那种就是很垢，就是好像整个闷在里面那种感觉。抗菌系列则会在小裤上面就是用台湾棉纱跟日本的抗菌除臭纤维去加强抗菌的这个功效，然后你看他们在设计是不是有够可爱。生理裤呢，顾名思义就是你生理期的时候穿的。你看我把它翻过来，这一款呢它是跟布商有特别去设计跟沟通，把这个底裤的衬布延伸，并且你可以感觉到它这个材质是不一样的，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防漏，然后容易清洗。最后一个呢是凉感，它是凉感纱的尼龙面料，可以帮忙调节温度跟湿度，在春夏期间还是可以保持私密度的干爽跟舒适度。但是虽然说平常内裤穿在里面别人也看不到，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自己穿的舒服真的很重要。然后另外他们的设计真的是 super 可爱到不行，就比较偏像北欧那种简单手绘非常可爱的那种小插画，像是这款后面就是一个小小的水瓶，然后像这只生理裤我选的就是一只鸭子。总之他们家的设计就是可爱，然后又 stylish， 并且具有一定的功能性，所以每半年换一次你也不会觉得无聊。我会把所有的资讯放在下面的 info box，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逛一下，也支持一下台湾的品牌。 So yeah， 继续今天的 vlog。 Shall w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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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们去 Union Square or Valencia？ 我有点想吃 Mexican food。这边的 burrito 很特别，是因为它的叫什么来着？Dorado style， 就是它的外皮会坚果，它闻起来很像那个 gyoza 哦。嗯，so good。
大家找不到停车位的朋友，停在路中间，车子里面没人。Melt my cheese! Melt my cheese! It's okay, it's not gonna. Wow! There's so many candles to light. Okay, do I have to blow it up like this? Oh, leave them all alone! Miss Wanda alone!因为我跟你讲我最新的 slogan 吗？对啊，你要顺便推销一下许光汉，对对对对，弯曲许光汉，对对对，我是弯曲许光汉国民劳工，你知道台湾许光汉是国民劳工，我是国民劳工。这两位是今天非常临时被我扣出来吃饭的朋友，还要多少？我要他们有没有要接受我的爱意？7点多就出门去上班了，现在打算自己叫 Uber 去一家 cafe 坐下来工作。然后因为我这次来美国其实没有最近工作还是蛮多的啦，然后我还有影片要剪，所以事情稍微多一点。反正他也要工作，那我好像在家里一直睡觉我也会良心不安。我现在来美国都没有什么来玩或是来观光的感觉，就是有种换个地方吃饭睡觉的感觉。我不知道有没有 make sense， 但是见见朋友吃个饭，然后散散步，好像跟香港生活也没有差的很多。可能过两天去纽约，我就会整个变成观光梦，不知道。那这是我第一次从这里叫 Uber， 我有点不知道从哪里上车。OK， 然后我想说，伊恩是一个非常热爱植物的朋友，给你们看哦。光是厨房就有台面上的这些植物啦。然后这边啦，然后还有后面的那一圈，我真的觉得很神奇，怎么可以有人养这么多植物，然后还可以不会死掉。然后 in comparison， 这个是我某一年送他的礼物，是不是很棒？It's about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synthesis. If you take a computer and it's turned off, it's just a piece of object. Yeah. But as soon as you put software in it, but the software needs the hardware. But they give you free lunch though. Is it free every day? Really? You get free lunch every day? I mean, small price.但好吃吗？还好。你要吗？不要。我把这个先加热，我们可以吃哦。好。你加了 detergent 没？加了。锵！刚刚顺便买了一杯 jasmine milk tea， 然后我刚跟伊恩说 ，it tastes like America， nostalgic。咦，今天的剩饭剩菜。哦，你把它调整了。哦。Nice。두근소근왜엄마랑안보려고하는데제가안그랬었어요。哎呀，你只有穿 boxer 这样可以入境吗？不能。不行哦，刚刚我们烘完衣服忘记拿出来了，然后它又湿掉了。然后他就很 depressed。加油！怎么样？这样听起来我好像很没用哎。哦。你同意？
I love you. I love you. Hello everyone. 今天是我的 solo San Francisco shopping 日，然后因为今天一点还是要工作，所以现在在附近的咖啡坐下来工作，然后我就一个人来 shopping。然后今天，这个是我一直都蛮想逛的一个牌子，叫 Aritzia。他们在亚洲好像还没有店，但是在欧美很棒。Give a shit.